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猴子现在负 W，负 W 你咋追人啊？那一技能学一级减一秒 CD，不学都不行，可恶心了。以前猴一级一技能7秒钟 CD 五，现在给改成10秒钟 CD。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아, 이봐, 螃蟹. 난 내 평생 이 하나의 검과 함께 누구냐? 이 세상은 타락으로 물들었어. 당신의 심장이 내 검에 온기를 더해줄 것이오. 네. 来吧！念个咒。其实我一级就应该拿他一血，没玩好。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더블킬插个眼儿回家了아군이당했어没玩好啊我也不知道是我的反应慢了还是我的手慢了还是说有延迟我想着他 E 的时候我放的 Q 我都没 E 出来一开始 E 级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 E 技能正常来讲应该很好躲的好我们信哥马上到上楼啊信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所以我等着你我们蛮易信给我上来漂亮我一定要补到这个车这个剑圣怎么跟国服特效不一样啊那个 Q 的刷有问题呀、啊、你们说我上去直接硬跟这个螃蟹干他能干过我其实我觉得危险有点危险容易跑不掉就上去如果就直接抠上去跟他硬打不一定能打得过
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能不能打赢。那如果他这个一瞎放，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上了。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哎呀呀！回一点血，吃口死的。哎，有死，还有另外一口没？还好这螃蟹没有鞋。我在等队友，你在等什么？嘿，像装备呀，这包女儿。很有可能包女儿搁草丛里边蹲我们，我们先念个咒。再见，溜溜球。一个人头，我们好像已经有点无敌了。我给你一刀。吃他两层塔皮，包女儿也零杠三了，螃蟹也零杠三了，快跑！螃蟹来了，我们德克萨斯木印了。呀，咋这么贵呢？这咋办啊？算了，这么地儿吧。哎呀，其实来个攻速还好一点，这个小锤子没啥用啊。十秒有大，螃蟹的大招一定比我们大招好的慢，所以我们直接 Q 上去杀他。
完了，给我拒了。哎，他大招好的那么快吗？螃蟹一级大招多少秒吸地呀？耻辱啊！简直耻辱！被丁克在耻辱柱上了。六十多秒，你放屁吧！六十多秒，你咋不说十秒呢？还真是六十多秒，说的跟真的似的呗，还真是六十多秒，还跟我在这真是六十多秒，你是不是当我没玩过英雄联盟？啥？双杀，我们成最大赢家。干嘛呀？那个精神病，你说你那病不吃了？有病是吧？真是病的不轻啊！纯是精神病，这螃蟹。장장의집을자아군이당했습니다곧포탑방패가사라집니다漂亮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这把我感觉我能五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哎，他为啥过来呀？漂亮，先把中路给塔给你扒了吧，算了，你扒吧，我回上路吃馅儿去了。一波半兵不吃，抢石头人，谁到了？纯精神病。那兵线往这往我们这边推的，他不去吃馅儿去，他来耽误我吃石头人，就是我他不吃，他也不能让我吃，是吧？现在就是一刀全胜残血，就很烦。二塔没了，完了，投降，啥也没干呢，还。投降了。